哎，孙教练，你要去买麦当劳、哦？对啊，我要去买20个龙虾堡。20个？为什么要买20个？我要买给同事吃啊，走吧。我要买20个龙虾堡。对，20个。20个。对对，20个，20个龙，20个龙虾堡。20个可能要收购，那你有急着去代码吗？还是还给你？20个大概要多久？我前面还有，还是大概抓个还是有点到的。现在时间是10:20，已经有排队的人龙来排龙虾堡，我们是9:30就来喽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吃龙虾堡的话，记得要提前来排队哦。先生吗？对，是。你好，这个帮你装2个，其他都是一袋有3个，这样加起来总共20个。拿到啦。OK。20个。多对啊，它是那个柠檬蛋黄酱，1到10分你给几分？10分。10分？为什么10分？因为老板请的。哇！